机了上面，就在看风景，看手机。我还没看手机，我就先没看。看看香港的风景啊，看风景的在看手机了。什么时候要再看我了？过江了，过海，过海。那中间有个大动作。嗯，这距离也不短耶。那是没有看到风景吧？我要走完吧？不要吧，我要走吧。能转弯时候。不要说转弯。我从常州再一趟回来给你吧。啊，我再一趟回来给你吧。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大屿山吗？我一所有庄基本车本都有。嗯，那应该走了。这才第一个山包，上了这个山包还要上。这咋熬夜了？知道吗？我天哪！他妈等几个美食呢？啊，主要是因为没收费，我天哪！没事啊，是最远干了，没到他了吧？不会的，没这边喝多。卖那么多汉堡，在中国是发展什么想叫就是想就是要体现老弟你们照一个都已经到了妈妈在变装去那推车你没办法那我为什么又管他走啊我让你来啥西装去啊我西装去啊เร็วอ่ะคนเดียวเอากาดอยู่เลย
哎呀，这银针大佛好漂亮。你照一次相，我再照 video。如果拿那个就是整个封着，它就是用来干嘛？你告诉别人很快有这个展览了。哪一个？哆啦 A 梦展览。你的照相啊。7月13号，有那个什么研磨会。我等着用了，我的天。没有没有，全部封住的。对，那就是告诉大家，很快就有这个展了。7月13号，你要不要过来看？研磨会去监察局那里。研磨。什么时候？7月13号，大哥。那很快的话。你看，那里还有个。是吗？对啊。不过挺远的。好热。嗯、你照相，我照 video， 照那个人，然后那个 tower 在后面。对。哦，你的套照不到了。我现在还有吗？凡是出现都有它的道理，不止一个。刚才吹高级就坏了是吧？你好现实。你看，哦，这个也现在已经没有上了。嗯，拍一个，一起拍吧，快点。拍一个不拍，拍一个好看的不拍。你听讲话好听啦，我个三号一分钟我同你讲，快点开枪，技术老难可以。快点开枪。做一天开枪的。没图哦。要不你们今天去吃宵夜好了。你喊的，他明天放假。你几岁啊？你五个还不来？你个老傻呀！大家。现在风都没呼。哎，我是不是没他包？不对，休息啊。你知道休息和放假有什么区别吗？我放假就抓住了，刚才那波没有出山。你知道吗？